请讲讲你的姓名跟年岁。你好，史美玲，你在年岁。那呢，你的兴趣是？我的兴趣是国外旅行。你有去过什么国家？因为我住过英国，所以呢，欧洲那边，亲像是法国、德国、土耳其等等。对呢。你上界迷人的所在伫倒位啊？因为我的目睭毛足长的，我想是目睭。那是叫你分析你家己嘞？我细汉时阵，常常都有人甲我讲我是天真浪漫。我感觉家己还阁亲像囡仔同款，就算大汉啊嘛拢无变。你敢有看过 A V？ 头一届看是伫咧高中的时阵，去朋友因家耍，我家己一个人摕朋友因阿兄的 A V 来看。那你看了感觉啥款？我感觉吓一跳呢。第一次烧金是啥物时阵？第一次烧金是伫咧高中二年的时阵。伫倒位啦？伫学校。啊，对方是啥物人呢？对方是同一间学校的学长。那呢，无请你表演一下你烧金的技巧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站起到这边。试看卖介绍金姐。来，在这边。